Всем привет! Меня зовут Лю Лехуй, и я из Китая. Я второй курс магистратуры факультета косм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. Моя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ь – это робототехника и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ые технологии. 大家好，我叫曹宁，来自中国。 我是莫斯科国立大学航天研究系的硕士二年级学生，我的专业是针对航空航天系统的智能混合现实专业。我提前毕业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，我的本科专业是数学与经济学。我相信每个数学与物理学专业的学生都知道莫斯科国立大学。 毕竟莫斯科大学的数学与物理专业在世界上享有盛誉。在来俄罗斯之前，我查阅了很多资料。我知道莫斯科国立大学是俄罗斯最好的学校，而且中国有很多著名的学者都曾经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求学，所以我非常希望能够有一天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学习。而选择航天研究系的原因是在入系考试之前，我分别咨询了计算数学与控制论系以及航天研究系。 了解到航天研究系新开设了机器人技术与智能技术的硕士课程，我对此非常感兴趣，所以我选择了航天研究系的这个课程。经过一年的俄语学习，我参加并通过了力学数学系、计算数学与控制论系，以及我们航天研究系的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。而在那时，我们航天研究系的 老师为我们介绍了混合现实技术这个专业。这个专业在我看来既具有理论深度，又很具有应用价值，因此我选择了混合现实技术这个专业。我们专业的学生不仅在航天研究系学习，与此同时，我们还在力学数学系的应用力学 与控制教研室学习。莫斯科给我的印象主要有两点：好看和好玩。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莫斯科的地铁站被称为地下的艺术宫殿，每一站都各有特色。还有莫斯科金色的秋天，随便哪一处都像是油画一样。莫斯科好玩的地方也有很多，大大小小的博物馆、画廊、公园，在闲暇的时间走一走。 逛一逛，总会发现一些小惊喜。录取的过程非常简单，首先我们需要向航天研究系提交报名材料，材料包括本科毕业证以及学位证，护照、首页复印件以及他们的翻译件等。之后我们可以拿到准考证，然后就是参加考试，通过考试就可以进入航天研究系学习了。说到力学， 我们中国人可能对力学不是那么的了解。是的，力学当然研究力，但是现代力学不仅仅研究经典力学中的力，我们还研究不同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。在经典力学中，我们研究一个对象的位形变化；而在现代的力学中，我们研究的是一个系统的状态演化。 像现在，绝地求生这样的吃鸡游戏，非常的流行。但是，有一些朋友在玩这种 3D 电脑游戏的时候，会感觉到头晕目眩，或者说你坐在汽车的后排的时候，尤其坐在小轿车的后排，你会感觉到晕车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当你坐在电脑前玩 3D 游戏的时候，你获得的视觉信息非常的丰富。 但在你内耳中的前庭却感受不到那样丰富的运动信息。相反，坐在小轿车的后排，汽车加速、减速、左转、右转，你的前庭能够感受到非常丰富的运动信息，而你的视觉信息非常的少。这里就出现了视觉信息与前庭觉信息不匹配的情况。 你的大脑无法处理视觉信息与前庭觉信息的这种冲突，因此它通过让你头晕目眩、让你恶心难受，而停止之前所做的那样的活动。
在这里学习并不轻松，尤其是对非俄语母语者来说。况且我们还有作业，有的作业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去完成，但是在这些过程中我们能够学到很多东西。拿编程来说，当我们的代码成功运行，屏幕上显示出正确结果的时候，那种喜悦是溢于言表的。其实语言并没有成为障碍，因为我的老师们都非常有耐心，同学们也都非常愿意帮助我们。不过我确实因为不熟悉俄语而闹过一些笑话。拿我刚开始学习俄语的一件事举例，我同学在食堂指着土豆认真地对阿姨说，请给我一份套娃。当时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，结果还没到一个星期，还是在那个食堂，我就将土豆说成了铅笔。不信你们听一听看，套娃、土豆、铅笔的发音分别是 Matryoshka、Kaladoshka、Garantash， 是不是还挺像呢？所以同学们一定要以我为鉴，好好背单词。我论文的研究对象是前庭系统中的毛细胞，而毛细胞正是一种神经元，神经元拥有兴奋和静息两种状态。那么我们想知道神经元如何在兴奋与静息这两种状态中演化，这便是一个力学问题。在了解了神经元的兴奋机理之后，我们可以创造一种设备，这种微机电设备能够校正我们视觉与前庭觉信息的冲突。通过这种设备，我们能够改善玩 3D 游戏玩家的游戏体验。同时我们了解到，长期在太空中工作的宇航员，当他们回到地球上之后，由于太空长期的微重力环境，也会使得他们的视觉与前庭觉有冲突。那么我们同样可以使用这样的微机电设备来校正他们的这种冲突。与此同时，老年人走路经常摔跤，正是因为他们前庭中的毛细胞逐渐的退化了。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这种设备来改善老年人在走路时的平衡状态。所以说，研究神经元的兴奋机理，这正是一个动力学问题，而这对于我们将来不仅是在航天事业，不仅是在医疗健康事业，同样在虚拟现实研究神经元的兴奋机理，这正是一个动力学问题，而这个问题对我们改善航天员、老年人以及玩 3D 游戏的玩家的体验是至关重要的。令我感到新奇的是考试的方式，每个课程结束之后，老师都会给出一个问题清单，我们只需要将这些问题的原理全部搞明白就行了。考试大多为口试，考试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会抽取写有问题的纸条，每个纸条上一般有两个问题，我们只需要将这两个问题以及老师补充的问题回答好，就能够获得一个不错的分数。在这里我必须要讲一下我的班长 Sasha， 他非常善良并且有耐心，在我的学习和生活中都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。例如当我有不明白的问题向他求助时，他总是会在第一时间回答我。当然我们班级的其他同学也都非常友善，我也同样喜欢他们。据我了解，机器人专业只有在一年级结束之后会有一个为期两周的实践，在这之前我们需要与自己的导师联系，以确定实践的项目和地点。例如我的实践地点是俄罗斯科学院凯尔迪什应用数学研究所，但是由于冠状病毒，我的实践改在线上进行。我的导师给我发送了任务，在我完成了任务之后，我将结果发送给他，这就是实践的全部。空闲时间一定是有的，不过做什么一般取决于时间的长短。如果时间比较长，我会去比较远的地方，例如我去过索契和苏斯达里等。如果时间比较短，我会选择看电影、与朋友聚餐等。但是因为冠状病毒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现在我更多的是在家待着，尽量避免外出以及去公共场所。我看了很多关于旅行的纪录片。既然身体到不了远方，
就让心灵随着别人的脚步一同前往吧。欢迎报考莫斯科国立大学航天研究系。Поступайте в Моск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на факультет косм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.